好，各位友，大家好，咱们现在讲八字命理四柱预测入门，天干五合它的由来以及合化后分析方法。手中有这本资料的益友，把资料打开到第21页。天干五合呢，我们已经都知道啊，分别是甲己和化土，乙庚合化金，丙辛合化水，丁壬合化木，戊癸合化火。那么，甲己合化土看上去比较容易理解，哪怕是我们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啊，这个己是土，这个甲我们说这个木头到最后也是归于土。乙庚合化金，那金比较厉害，化成了金，但是你到了戊癸合化火的时候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了。那么，到底这天干五合以及合化之后的五行是怎么来的？那我们要知其然，也要知其所以然。三命通会上呢，引用了一个叫傅阳子啊，引用傅阳子的话说：“天干合而化者，阴阳之配，夫妇之道也。天干合而化者。”阴阳之配，夫妇之道也。那么这句话，首先来看，合化的本质是阴阳相配，甲木，己土，阴阳相配。是一阴一阳的组合，是一阴一阳的交构，它才能产生另外的东西。它的下一句话是“遇六则合”，遇六则合，遁三则化。我们看。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这里如果编上序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那么甲为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数到六呢为己，于是呢甲己相合。从乙开始数呢，数到六为庚，那就是乙庚相合。依次类推，所以呢，这叫遇六则合。那遁三则化呢，是指五虎遁。我们都知道，五虎遁，甲己之年丙作首，甲己之年丙作首。甲年与己年，它能够遁出来的第一个月。是丙寅月，第二个月丁卯月，第三个月戊辰月。遁三则化，遁到第三个，一二三，遁到第三个为土，所以呢，甲己合就化土。那么这里的下一句话。下一句话是“遁三则化”的下一句话是“遁虎捅龙”，遁虎捅龙。遁虎捅龙，龙主阳德司天而成变化者也。
龙主阳德司天而成变化。注意这句话整体的读下来，天干合而化者，阴阳之配，夫妇之道也。遇六则合，顿三则化，顿虎统龙，龙主阳德司天而成变化者也。那么这段话就说明了天干五合以及合化后五行的由来。天干五合呢，遇六则合，刚才讲的过了，顿三则化。那么甲己之年，刚才说了丙寅第一个月，丙寅、丁卯、戊辰、五虎遁，遁出的第一个月都是龙，都是虎，寅虎嘛，所以呢，它就叫五虎遁。乙庚之岁戊为头，乙庚第一个月，乙庚之岁的第一个月呢是戊寅，那第二个月呢是己卯，第三个月是庚辰。戊，这是土；庚，这是金。那么龙主阳德司天而成变化者也，也就是遁到辰这个地支，辰为龙主变化，龙辰为龙主变化，也就是到了辰这个地支，辰它可以助化，帮助变化。于是呢，遁虎统龙，丙辛，这里就是庚寅，辛卯、壬辰，这里就是壬水、丁壬，这里是壬寅、癸卯、甲辰，甲为木，戊癸、甲寅、乙卯、丙辰，丙为火，遁出来的，遁到三的时候，第三个，第一个月、第二个月、第三个月，它的干支为戊辰。那么甲己遁出来的就是土，遁到第三个为土，所以呢，甲己合化为土，合化为土。作者呢，接下来呢，在里边又说了五气，说甲己之岁，戊得统龙，乙土似今天土气。甲己之岁，戊得统龙，戊得统龙，乙土似今天土气。乙庚之岁，庚得统龙，乙金司肃天金气，肃天金气。丙辛之岁，壬得统龙，乙木司元天水气，元天水气。丁壬之岁，甲得统龙，乙木司天，乙木司苍天木气。甲得统龙，乙木司苍天木气。壬癸之岁，
丙得统龙，乙火是炎天火气。这里，金天土气，宿天金气，元天水气，苍天木气，炎天火气，出自于我们中医的这个经典《黄帝内经》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，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。那么，天干五合，如果只是合，那么相合者为得失之门。但是呢，合而化，就不光是得失之门了。化，如果满足化气的条件，那么。如果相合之后啊，如果达到或满足合化条件，则合化成功。若相合地支，若相合天干，包含了日干，则以合化后，五行为元神或利基点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如果达到或者满足合化条件，则合化成功；若相合天干，包含日干，则以合化后五行为元神或者叫利基点。这就涉及到了出现合化的时候，我们在进行八字分析的时候就容易出错。原因在哪里？出现五，大家一看出现合化，就马上大脑要反应出来，有合化成功与合化不成功。那合化成功和合化不成功有着特定的条件，咱们慢慢会讲啊，下堂课会讲。那么合化成功之后，年、月、日、时。合化条件其中之一，条件要紧贴，中间有阻隔的就很难合化成功。如果是紧贴，在四柱中只有两种，只有三种可能：年与月合、月与日合、日与时合，就这三种可能。那么其中的年与月合没有包含日元，这个时候利极点没有发生变化。但是呢，假设包含了日主，在合化的时候把日主为合化的两个天干之一，那么引起了元神移位、元神变化、利极点改变的问题。比如说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丙午、甲午、癸丑、戊午，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。那它的原先的食神癸水为日元。癸水生甲木，这个呢，癸水生甲木，这就是伤官。丙火，癸水克丙火，这个呢就是正官。
戊土克癸水，戊土克癸水。这是财啊，这是财，这是正财，戊土克癸水，这就是正官。那最开始的呢？他的时辰是这样的，那么由于合化成功，由于合化成功，立即点改为由原来的癸，戊癸合化火，戊癸合化火，合化后化神引出在丙火，立即点直接变成年干丙火，以年干丙火为立即点，那么就相当于原来的日，以日元癸水为分析的核心，看与癸水之间的生克之化，现在改成了看四柱大运的与年干的生克之化。那么，这里时辰全部改变，时辰全部改变。甲由原来的食伤变成了印寿，甲呢变成印寿了。这个癸水由原来的日元变成官星，变成官。戊土变成了食伤，由原来的官星变成食伤。那么我们再进行分析，再进行得失分析的时候，与原命局与原来的情况就截然不同。那具体怎么分析，这也是咱们的一个案例，具体怎么分析咱们下堂课再讲。所以呢，遇到天干五合的时候，大家千万要注意啊，要注意。好，这堂课就讲到这里，有什么事情189-25-26-76-46，189-25-26-76-46。好，再见。